大家好，我是顾南亭，是陆州航空的一名机长。航空界精英对上不经意飞行员，顾不着了飞行技术，在咱们陆航也算是数一数二了。数一数二，等姐去了还真不一定。两人携手化解突发航空危机，我不会那么容易的化解，绝对有资格成为飞行员。向所有人证明，女飞一样可以很出色。向风而行，2月6日晚7点 ，Astro AC 加速 Go。